都表面样子吃饼来来来火山哈完了大哎完了大对走了就是我们姐他们两口子哪有啥子办法呢黄泉路上无老友有啥哈平常是好好好就在他们家村里面吧哎你问我我去给你下个面哈不要管我嘛瓜娃子那边可以倒哈哎走了哟要是安全的又是老去的哟有点好哦这钱哈都好多把了舅舅不得来了的我就在墙上挂到在你想跟他换嗦有钱耍没钱边边上去好好好不说了我边边上去老不子来耍嘛把钱给了走给噻老不子给噻哎不打了请问你和死者的关系是哪子女儿我是他们的女儿突然旅立った両親が残した見知らぬ弟我跟你说哈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娃好生养大我跟他不熟我想吃肉包子我要去北京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你要敢买你弟娃我就去法院告你明明足足死心的不是我凭啥子你们全都冲我来这个事情到底要咋个算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夢見た人生か我真的不想在这个样子待下去小さなぬくもりか姐姐姐姐姐姐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啊我只有你了妈妈一个味道シスター夏の別れ道